可能是他只拿特定的武器的样子。房子，房子，房子！到了，我靠！早安，你被糟糕。我飞到，我飞到树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有一只鸟飞过来给我砍。安妮，小心，小心头，小心头。他倒了。等一下啦，救他，救他！等一下啦，那只鸟被我砍了啦。但你会被 Q 起来，他倒了。你知道我想说他干嘛要指那个空地，然后后面就有一只野人冲出来砍他，我也被砍到。他会那个提示你说附近有坏人。对啊，就是你隔壁还有一只。走开呀，妈的！没事，我死。没问题，有你在旁边，我盖家就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着，他的充满小，他休息啊，我家休息的。怎么了？他跪下去了。他小了，他探一个头出来，以为我看不到他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睡完更没精神呢、啊？那个，我的血样。我睡完更没精神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的月亮该变那个了吧？完了吧？没有啊，零啊。零。没事，我刚刚。可以让我再睡一次吗？可以啊。我先去喝个水，然后再睡。我也要喝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吃东西，然后睡觉。到了，我靠！早安，你非常高。我飞到树顶嘞。拿什么？完全不想理野人部分。妈的！哦，丢到了我的木头。我死了。啊？对，我死了。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那些野人比较讨厌我。我就说他那个野人对你有偏见啊。等一下啦，我东西拿不起来。哇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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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追不到啦！等下啦，我再被打一下就要死了。跟他搞的操！快点，我防御。还有一只，看我砍到你的地板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是，我现在很怕砍到地板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我等一下要飞起来。我在敲木鱼，我在积功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存。怪盗积德。我先存一个档。怪盗积德。基因的，怪盗基因的。What the fuck？ 妈，死了操 ！My God！ 死的是我，抱歉。我看到了。去死啦！他刚刚说完去死了啊，死的是我。好了，你前面两只都死
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他妈超废，靠腰嘞。不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真的我要死。干嘛、啊？不是啊，那怎么都是我？他说他们都只找我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死次数应该已经比那个小帮手还多了。肯定的。好笑，好好笑。至少的他，重点是我死的是我很认真的跟他们对打我才死，啊，他是站在隔壁无所事事的那才死掉。他就只会指那个坏人在哪里而已啊，他不会去帮你打。你要给他武器，他才会帮你打。重点是这样子，我还死比他多次。你要给他武器，怎么给他武器啊？但是我也不知道可以给他什么武器，因为我每次对给他拾取物品都没有东西可以给。可能是他只能拿特定的武器的样子。房子，房子，房子。死命吧，圣德！你自己盖，你自己盖。死命吧，圣德！切。是啊，拔不出来，拔不出来。哎哎，好好说话，男人。干！哎呦，你又拆我家！为什么这木头会长这样、啊？不是啊，你他妈，你要敲！我告诉你，你砍木头的时候不要看着我们家的方向砍，不然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杠上开花，哎呀，去死吧！操！我想等下要死就是啊！哎呀 ，Kelvin，Kelvin 走开啦！对不起啦！哎，你小心啊！啊，又爬树。又爬，你就知道我他妈多鸡巴，我就砍一砍，砍一砍，可能他妈的就一直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妈！就是我砍的时候，它会附赠一些礼物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树掉下来，然后送你两只野人这样。对，掉宝奖励，像这样。哈不是特战有屁眼派龟，可以不要连这游戏都有吗？这游戏有天空派对。你知道这边有四只吗？树上还有两只。你知道我剩一点血吗？哎、欸、你我你 hold 一下，我先补个血。好，你补个血，反正我死那么多次也不缺那一点血。我是怕你死了，我跟着死啊！我死完就没了。我先看书。啊，你来看。在你后面。我不管，书比较重要。书比较重要。我不管。我不管，死了就算了，干。然后我再投你木头，我要爽。你要跑是不是？要烤是不是？我被烤了。我听不到。我这边还有一个。好啊。啊，他直接撞上去。嗨。我靠！屌的一匹。看他好屌。他是火男呢、欸。他烤懒觉、欸。The Phoenix。一修懒趴嘞！我的 fuck！ 哎、欸、啊！哈哈！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我的，哈哈！我们去湖边喝个水吧。我等下就是被喝的那个水。听起来好心酸啊！啊啊！看错了呢。写考我要吃肉。
看他不要一直冲我面前走过去好不好？很恐怖哎。我的围墙。英语。嗯。我好开心啊、哦！我创造一个门。好开心啊、哦！干。你知道我们刚刚第一天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很可惜。多漂亮的美景，出生在雪山上面，那些河流溪流，哇，多漂亮！我现在只觉得，干妈的，操你妈逼，这样子，妈的，我们家变坟墓。你要睡觉吗？美女，不要靠近他！你靠近他跑掉，算你不靠近他也跑掉，但是。你要跟他保持适当距离，然后他来的时候你就要射掉你的武器，然后看着他，然后我们可以先睡觉。下雨喽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没喝水，我可以在他面前喝水吗？可以，你喝，我扛。再喝一口。把他带回家吃。戳你鸡鸡，阿瑟。好，把他带回家吃。我现在不能打他，我现在身上是他的同伴。戳你鸡鸡，又是一个。这只。看他是 boss 哎、欸。不是 boss， 你是谁呀、啊？可是我被打一下就死。有人跟我回家，我要亲你。来啦啦啦啦！我想抓这只回去，它感觉肉很多。你知道黄色肥肥吗？对啊。没办法，是小 boss。啊！不能吃它、哦。监狱，干嘛？有那只那只白色的，什么白色的？你的美女，哪里呀、啊？前面呢？没看到啊？你没看到？看到，你没看到？把那个头给我敲掉哦！立刻马上现在 right now， 太屌了！他敲我的围墙，干！他敲我围墙，他是野人 boss 啊！他 boss 啊！野人 boss， 他声音好好中型，好雄伟。但他没有很强啦。我死。他没有很强啊！我死。我是凯文戳的哦，不是我戳的、哦，我凯文戳的、哦。我骗你！